现在飞行人员出警戒室，准备进座舱，由机务人员协助飞行人员着装以及进座舱。飞行人员现在进座舱开始着装，现在做辅助动力启动。隐形机的启动装置为辅助动力启动，我们可以借由自己的动力完成右发动机及左发动机的启动。目前，正在飞行人员准备启动右发动机，我们双发动机启动的顺序为：先启动右发动机，后启动。